老子，哎，我看你穿这德古了，怎样？你干嘛出外景啊？哟，内行的哦。哎，我听讲恁今嘛无输侪百输嘛有 YouTube 频道呢。拜托，我早就已经点我分享，去甲小铃铛开开啊。哦，内行的。咱即摆要来坐一班车，啊，这个车牌基本上是无路用啊，可能进前落雨啊，是曝日曝到歹啊，才有这坐车会当到码头。想讲，离这个车牌才会当抓好，结果在漏水，所以嘛是爱抓好线。你好，来，大家。台南有这种所在，我竟然唔知影，哪像是咧穿过时空吼，来到一个新世界。啊，这其实是一个枕头啊画家家己起的艺术村呢。我今日就是想要来拜访这个老师。行，老师，伫遐。老师。总算找到你啊！哦，你给我惊着，我是歹点歹点，无啦，因为你这个风区真正有够大呢。哎，是。哦，啊，见到哦，大家拢做着是，我哈怎
四个要找你，真正搁爱开一挂功夫呢。啊，你功夫好无？无啊，总算互我找到你哦，真正已经规身躯同歌才找到你。啊，有啥物代志咧？无啦，因为我知影你讲你是拢用镜头啊来画图。嗯。啊，这全部正拢你画的哦。是啊。啊，是安怎要用镜头啊画啊？镜头啊，就是我细汉的时阵，我黑白底像安尼画画画惯习了。嘿。就自然咧，就用镜头啊。哦。啊，两笔啊。就袂惯习啊！啊，是安怎？你拢是画人较济，对无？嗯，嘿，因为人吼安尼吼画起来吼，较有挑战性。哦。啊，吼吼，互人知影哦，你画这人到底有没有像啊？吼，有型无？镜头画，嘿，人面足歹画。哎、欸，啊，不过你真正拢画到做型，我一日来，逐包我拢认得出来，迄是啥物人呢？哎、欸，亲像迄张忠谋吼，伊有较有智慧啊！吼。啊。面皮啊，咱较耀耀，这款上歹画。哦，是哦。你看，你看哈，这款爱用镜头，然后倒倒倒倒倒，啊蒙蒙蒙安尼，啊来蒙出来安尼。哦。亲像迄国父吼，伊个目睭有遐小花，你看顶边吊吊。对。这款就足歹画。哦。你看伊眼神安尼，嗯，迄时阵伊可能身体嘛无好啊，哦，啊目睭较无神。嗯。这巴肚。人安怎出给我嘛？哦，无想要卖，因为阮这是，哦，就代表我是世人的代表作。嗯、哦。啊，其他他比较抽象的哈，创就的。嗯。啊，我有被，哈、哦，会使割舍。哦。因为我，嗯，这建设家哈，啊，差不多拢总开买一了。开买一了？先惊着啊！哦。所以有的你就是做唔甘的，迄就是就变作讲是你代表你迄个人生的一个阶段，你就唔甘甘卖出去了，对吧？对，迄是有时阵哦，亲像囝同款，唔甘啊，但是有些现实，嗯，啊你无法度一定爱取舍哦，哎呀，啊亲像这些慈禧，哎，啊一点杂质都无，嗯，啊。哎，面就是穿个相片嘿。哦。哈，这八度我真正要叫我改画第二届，无可能。哦。嘿，感觉。嗯。嘿，灵感来啊吼，进来回血，啊照了也无啊。老师，阿翔，那家是你想教伊的所在？因为我较煮书啊，我住喺二楼啊，啊窗啊门安尼拍开啊，就看下安足水的，安尼感觉。你真正住伫遮哦？是是是，真是做够享受的咧，老师。阿翔，怎会想要起这个园区？因为吼，早期吼，伫三十当前吼，我看迄吼有迄拆厝安尼吼，拆厝诶有迄厝诶古早厝足水的安尼，拆我足唔甘的。啊，我又安尼倒倒修安尼吼，安修济了吼，藏无路啊！啊，可能是因为藏无路。哎，真正啊，我规去安尼，我想着以前啊，时常安尼爱看武侠片安尼吼，拍来拍去安尼飞檐走壁啊，也是迄款的高炸街景吼，安尼本来就新鲜的。我想啊，规去安尼吼，无法度做。做侠女，或者说做侠士啊，买做爷员外安尼啊。哦，所以就家己起一个武侠的世界了，对吧？安尼，人跳这拍糖古侠安尼，有时阵啊，人讲跳这有啥物路用啊？嗯，我跳这我阁开钱开少济呢，伊也人买断来呢。哦，这有诶是爱用买诶，用买诶。因为我着头先咧看人讲，这是要去倒跳，咱跳着遮尔济。因为迄时阵的人拆厝，虽然人拢无爱，也是讲要凊彩处理吼。但是你爱家买，伊哈咧倒倒吼，卖你家损坏。安尼你才规个起起来，拢总是开偌济时间？差不多三十栋啊嘛。三十栋。对对对。三十栋。啊，有时间，有时间又安尼懵啊懵啊懵。啊，无时间你去做别个工课。啊，拢你家己一个人哦、喔。嘿、哎，我早起拢是我家己一个人用。老师，啊，你是一个画家，你哪会连起厝都会晓啊？因为迄时阵哦、喔，我有去迄救国团哦、喔、去上课，
上迄款的结构力学啊，因为我对基础就有趣味的，尤其是高渣处，啊来，按刀刀来看哈。好啊，好啊。哇，老师，今日只真正。我头壳熊熊的，总错乱的，感觉我是这个年代的人呢。因为你这规个气氛拢做甲真正是，你若无跟我讲这你去的，我真正会当作这是以早留落来的建筑呢。这就是收足侪材料了吼，伊拢每一个材料拢无同款，啊，你就是爱研究，因为迄款砖啊立起来吼，唔是规规矩矩的，因为较早以前的人可能较散。哈，伊个就地取材，啊，伊嘛无亲像即卖吼，迄投水塞迄款的观念，吼，一定爱掠地线，也是水平。因为安尼电脑比你全部用同款的搁较困难呢。系啊。因为你爱去想讲，倒位爱用细地，啊，倒位是用石头。我看你有的是用石头，对不？对对对。嘿。迄就是修盖子，跟迄高渣厝，就每一个高渣厝有。有历史的哦，我拢改修起來，我拢唔敢动。像这个园区遮大，你敢有愈去愈有迄落心得？就是你这三十冬，你的心情敢有啥物转变？当然咯、哦，哎、欸，你愈去当然经验吼、哦，愈丰富，啊，愈来愈成熟，啊，古迹啊，我目的就是用要创造。恢复古迹，这是我一个宗旨。因为我家己嘛是咧做影片的创作，啊，有时阵我会为着一点做细做细的物件，啊，你要修改做久的，啊，迄个物件可能观众嘛唔知影，啊，不过迄对我来讲就是嘛是做重要的所在，敢是就是家你这种精神是有类似的一种感觉。对，所以我特别注意细节，因为细节哦，它才是变化万千。做幸运的，但是我即马见咧，当安尼挖伫这种古早的、古早味的塘啊边啊，看到这么水的风景，啊，会当去体会你这规个这个艺术村吼，伊这种建筑的工法，啊，佮有艺术文化的呈现。老天吼，可能要派我去来完成这任务啦，刚好也是一个巧合啦。就是讲我拄着代志吼，就是讲。历练的就多啦，磨练的就多工课啊，所以你去哪里卡有这款的材料啊？你无这款的材料，你万无法度去；你无土地，你万无法度；你无金钱，万无法度。真正。迄时我会记，借钱借了四千万啦。哇，这样你在？所以我的外号空诶空诶，我能做多少算多少，我也不求什么回报啊。所以我刚刚就是真正。人就是一生爱去追求，讲你的热情伫倒位，啊，你一直去做你有兴趣的代志，你就会做出一挂你有足满足的感觉。对对对。啊，迄个时阵你咧追求的，就唔是讲钱啊，啊是讲你的社会地位这种物件，你就心内的足满足的。小铃铛敲拍开。咱无数百数的 YouTube， 大家有起赞、分享，还佮订阅无？小铃铛敲拍开，叮咚叮咚。